你一包我一包，你一把剪刀我一把剪刀。哇，我的是万事兴隆。哇，我的是龙颜大悦。我要来捡红包了。我也要来捡红包了。先看看我的红包里是什么，我捡，剪开了，然后给它倒出来。哎，这五颜六色的是什么呀？软软的，还有一股水果的味道。我也来捡，我捡，我把它剪开，然后倒出来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黑漆漆光的呢？这颜色一看它就不能吃啊！我要和你交换。换就换，把你的糖果给我，把我的就给你呗。先来吃一个黑去掉光的糖果，看看是什么口味。秋秋弹弹的，是可乐味。再来试试我的。秋秋弹弹的是草莓味。哈哈，我的可以吃到三种口味，它不像你的只有一种口味。你也不仔细看看，我这糖果每个都是可乐瓶的形状。你再看看你这是虫子。啊，我后悔了，都不跟你换就好了。你要不要的话都给我，我要。我看你今儿个吃啥。不就是红包糖果吗？我这还有这么多呢。我今天就来拆一个不一样的。我剪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哎，这个是酸小童。这个是红包新年糖果，里面呀有不同形状、不同口味的糖果。有没有吃过这些糖果的？你们最喜欢哪个呢？